你有紧张吗？有。他其实有紧张，因为他真的是没有走过秀，走那个书包的秀，嗯，有很紧张吗？有。你看是不是被我猜？我刚才说你好紧张，你以前都不知道要紧张没？真的，你以前不懂紧张。猜猜爸爸去哪里？对啊，你现在是长大了，所以你知道这个脸很重要，你就觉得啊会不好意思，对不对？你有不好意思吗？笑得好痛，笑得好痛，笑到脸很痛，一直笑。因为妈咪忘记跟你讲这个事，然后她说有 ，Daddy 之前就跟我说了，就之前有跟她讲，然后我说为什么是我现在才跟她讲，我说对不起，妈咪真的，然后就这样，她就这样脸很臭，然后后来重点是她在看电视，我说哎、欸，可是你在电视不是很好看，为什么还是可以臭着脸看？对、啊，就是在意佳欣姐没有亲自先赶快跟。对，他就觉得我没有告诉他、嗯，然后因为他这样没有办法安排他自己的事，对他可能有自己的计划，对不对？处女走秀吗？还是处女秀？对，处女秀，不会，妈妈不开心吗？冷静冷静，你好好问一次，你是走第一次走秀，对，是他的处女秀。OK， 你是不是要这个问法 ？OK， 好好。